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上一集我哋完成咗一个喷油上色工序喺个巴巴托斯嗰度啦。咁今集我哋会继续制作个情景嘅，咁同埋特别系嗰个火焰嘅制作嘅效果嘅。咁、那个故事情景咧，咁就有半虚构成分嘅。咁就其实讲巴巴托斯个喺战斗期间咧，俾敌人咧打断咗个手。咁就斷咗落嚟啦。咁喺期間佢武器都飛走咗，佢希望第一時間飛身撲去攞回個武器。咁期間因為爆炸咧，佢手同埋個膊頭位咧都有呢個火焰嘅效果出現嘅。咁啊，希望大家喜歡啦。我哋開始。就温馨提示大家啦，咁记得订阅之后咧，揿翻隔篱嗰个啷啷，咁当有新片嘅话咧，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噶啦。因为今集咧会同大家分享点样制作个情景，同埋点样去装 LED 个 system 咧，做嗰个火焰效果。咁喺當中咧，會有機會咧喺上色前後咧，我哋都會 set 個位置，睇下 O 唔 OK 嘅，同埋亦都會喺當中測試個 LED 燈咧，著唔著嘅。咁因此喺上一集咧，咁我首先將巴巴托斯嗰個噴油製作陰影啊，同埋上色過程咧抽起咗先，喺上一集同大家做咗分享先。咁所以今集咧，我哋會見到巴巴托斯咧有一啲片段咧係上色。同埋未上色嘅，我揀咗以下呢只 LED 燈做嗰個效果啊。咁我呢個時候試一試個光個程度同埋夾唔夾嗰個效果。咁啊，開始裝個電線同埋個燈個位置啦。咁首先由斷臂嗰開始啊，咁喺個斷臂嗰度咧轉窿，將個電線穿入去。斷臂嗰度完成咗啦，唔係太難。咁啊，比較難嘅咧就係呢個身體嗰邊啦。咁我哋首先咧要由呢個膊頭轉穿入去身體，咁再由身體穿過腰部、腳部，跟住再落去呢個地台嘅。咁同樣啦，咁啲電線收好咗之後咧，我哋就用電源 check 佢，睇下嗰個 LED 著唔著。
咁嚟緊咧就巴巴托斯嘅上色啦。咁其實個上色過程咧，我已經製作咗，同埋已經喺上一集咧播咗啦。咁喺上圖嗰度都顯示咗上一集嗰、那個版面。咁你亦都會咧將依一個 link 咧，我會吸喺個依一集個片尾嗰度嘅。咁喺依一集裏邊咧，我會好詳細咁講解一下噴筆點樣使用啦，包括咗點樣用氣壓啊，點樣去選擇適當顏色啊，製作陰影啊。同埋深線啊、手油嘅各種方式。開始製作地台啦，咁地台要準備0.5mm 嘅膠板，一啲膠條、P 刀同埋依個鋸。這個情景的尺寸呢，那我決定個地台做這個24×16×6cm， 用這個 P 型刀和這個鐵尺呢，在這個膠板上呢介幾下。咁介這個膠板的技巧呢，就是將個膠板介咗痕之後呢，沿住那個痕咁將佢左右咁樣或者上下將佢拍好，將佢拍斷，唔需要將佢介離開嘅。咁呢個介呢個膠板嘅技巧嚟嘅。咁我哋咧要令嗰個地台堅固啲咧，咁啊喺個薄口位啊，同埋個平面位咧中間黐翻啲裝位啊，咁啊令佢有個受力程度可以襟擺啲啊。如果唔係個模型板內咧嗰個膠板咧會凹落去嘅。咁我哋吸一啲發泡膠咧，做一個小山丘嘅情景啦。我哋将我哋煮过巴巴托斯咧，同埋其他物品咧，摆晒落去，做一个最终嘅决定。我哋决定好之后咧，咁将嗰啲物品或者个主角嘅位置咧 ，mark 翻好个地台位。咁喺地台轉翻適當嘅窿咧，咁將嗰啲電線收藏好落去個地台下邊。OK 之後咧，準備落依個石膏啦。咁喺個地台四周咧，我用依個膠紙或者雙面膠紙咧，將佢黐住個邊，咁啊防止嗰啲石膏咧流出嚟。我哋開始混凝個石膏啦，咁將個石膏粉倒落去，咁我一般咧用呢個模型盒嘅，因為用完之後可以直接抌，咁將個石膏溝水之後咧就搽落去個地台表面，個溶結程度好似圖裏面所示啊 ，OK 噶啦。開始向個地台上主色啦，咁就用油畫顏料啦，50% 啡色加50% 黑色，再加適量嘅佢嘅 thinner， 咁就油咗個地台先。
咁啊，为达到嗰啲地台嘅土壤唔同嘅颜色效果咧，咁我哋要用呢个啡色同埋呢个泥黄色喺个地台唔同嘅地方做翻一啲光暗位，咁就其实好随意嘅。咁啊，由翻啲黄色同埋个啡色落去，令佢有一个深浅效果得噶啦。咁我哋喺巴巴托斯嘅关节位咧，用 A 胶固定佢，做出嗰个飞跃嘅位置咧。嚟到做我哋今集嘅主角，就系点去做嗰个火焰效果啦。咁就用呢个棉花咧，搣出呢个适当嘅 size。咁然之後咧，咁或者用鉗，或者用手都得。咁將佢扭成，同埋將佢猜成呢個類似呢個火焰加煙嘅效果。个棉花抄个形之后咧，我哋拎翻出嚟将佢上色啦。咁就喷呢个黑色，咁啊做出个烟熏效果。咁特别喺嗰个呢个烟球嗰个底部同埋个顶部咧，要喷多啲黑色。
喺度首先多谢大家收睇我节目啦，咁希望大家亦都 subscribe 啊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咁同埋喺结尾嗰度俾个 like 我啊，咁亦都欢迎大家提供有冇意见啊或者问题嘅，咁就今个系列巴巴托斯，咁我哋完噶啦，咁啊下一集再见啦，拜拜。